和好哥们说，想要一个孩子。你干啥呢？找工夫扫地呢。咋的了？有毛病，干活有毛病，还扫地有毛病？没毛病，扫挺好。扫挺好，你干啥呀？我问你，你他妈没家呀？这没有。我这不看你这两天太累了，我心情点酒，咱俩晚上喝点，放松放松，是不是？你见他这么出息？哎，别急，我还有惊喜。当当当当，啥意思？情调懂不懂啊？情调啊！喝点酒是不是热乎？浑身都得劲儿啊！热的话不行，给这些衣服也脱了。不是哥们，你干啥呀？你这么整，我给你喝不了了，我还不给你喝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有个事儿想求你。我操，你能不早说呀？你说吧。我想和你要个孩子。啊！你上那干啥去了？你锁门干啥呀？不是，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，咱俩是最纯洁的友谊。啊！干啥？不是那玩意儿，对双方人品要求都太高了。我人品嘎嘎的。哎，我人品有问题。不是。